妈妈是怎么样的人？她在保护伞公司，她正在做一种很重要的清调，保护伞。你是说那家大药厂吗？我妈妈总是在工作，我很少见到她。希望你很快就能见到她了。那你爸爸在哪儿？他和妈妈一起工作，不过他不在了。我在那边。 上了，好吧，先找到钥匙卡，然后再去跟那个混球算账。 那家伙一定就是从这儿过来的。
成功了。 就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
扇门肯定就是出口。糟了，他来了。这下你完了，门已经锁上了。你在哪儿？快点出来！我知道你就在这里，让我花越多时间来找你，你的下场就会越惨。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我滚出来，立刻！又见面了，克莱尔。你给我等着，混蛋！Thank you.
看来只有这条路了。人呢？吊坠在我手上。雪莉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雪莉，我马上过去。雪莉，雪莉，停下！继续跑！这下我身上真的要比屎还臭了。是缆车，在这儿。撑着，雪莉，我马上过去。
么鬼东西？好了，雪莉，我快到了。
花太久时间了。哎，亚尼说他的实验室不远。等等，那辆缆车。坚持住，雪莉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雪莉，快到了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哦，很好，可以搭缆车。好了，最好都检查一下，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本车开往母巢，到达终点站前请勿下车。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，撑住雪莉，没事的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请勿靠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请勿靠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门完全打开前请勿靠近。欢迎来到母巢，祝您参访愉快。请享用我们为您准备的美味健康餐点。
局长，请您现在立刻前往东区。手动模式启动，请根据喷洒罐容量对药剂量进行调整。欢迎回来，李医师，您有五泽新信息。哦，哎呀，怎么就把房？盘位套忘了呢。冷却完成。到此为止了。警告，您未经授权使用并喷洒的危险药剂，
系统已记录您的行为，您可能会因此受到惩戒。是抗命毒剂，要赶回雪莉身边。侦测到一组毒剂，将封锁实验室。赶回雪莉身边。雪莉，你可以走快点了。好，我不想催你，可是我们要马上离开。请立即使用中央电梯，撤离至底层的列车平台。
得赶紧离开这里。请立即使用中央电梯。想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谢谢你帮我，我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你。雪莉，我也很高兴能遇见你。谢我的话等我们离开这里再说吧。
希望你爱吃子弹，我这里还多着呢。完没完？你到底为什么？不够！